想想，这有多难呢？我们这边啊，要尽可能做到。太是了，你干了什么？哦，对不起，健健，这启发了我。姚文大哥，万岁！杰出的世界名画。笨笨，哦，你好，笨笨，你干什么呀？对不起，健健。笨笨，你笨蛋傻瓜，你糟蹋了我的世界名画。什么叫傻瓜？你就是傻瓜。去你的什么世界名画？大方，这都是你的过错。我的过错？我在这儿再也待不下去了。一支画笔非常普通，怎么？快回去干活试试。可那灵感来了，不能干活。爸爸，我怎么在正常网站不良环境下写诗呢？我怎么能画世界名画呢？好，我的孩子们，要抓紧时间做好一切。上午呢，让你们干活；下午我们去参加艺术交易会，展览你们的诗和画。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。我脸又大，红艳艳，挂耳上，听我砸了你的脑袋，叫你忘不了。烂苹果味儿不香，一只苹果进贡给国王，就会搅动他的肚肠。我明白他们不懂我的诗。真有意思，我都不感兴趣。什么？你闹？好，他是谁？他是谁？啊，他是你呀，蓝妹妹。我？不对，蓝妹妹笑起来不是那样的，我讨厌那个笑脸。好吧，那你就别瞧他好了。什么是我？万岁！你不是有世界名画吗？你裤子完全画错了，爸爸说蓝精灵绝不穿长裤子的，爸爸说的有理。蓝裤子，我让你见识见识长裤子。我都得泄黑了，我讨厌现代化。谁要不了解我们的现实，你说是吗？不说你对。但愿我们能像天鹅那样在水上游。是啊，天鹅有多自由？游到遥远的地方。再也没有蓝精灵帮着。爸爸，对了，咱们出走到遥远的地方去吧。啊，我们能创造出许多杰作。写许多诗。有一个问题，咱们怎么到那儿去呢？咱们可以乘船去啊。对，我去收拾行李。我可以给爸爸留一个字条，我不写。别呀，冷酷的伙伴。淑女儿下地上，我们根本不用划船。当时你掌舵的方向画画。我才不管掌舵呢，我是世界名画家，你掌舵。我正在构思河流诗歌。好，我正在画河流，这幅画值一千个字，一千个字。是吗？我有两个人就敢做一画了，难怪。你胡说八道。是老爷。瞧你根本不懂艺术，你是个白痴。我的骨头又酸又疼，真是暴风雨要来了。
快向暴风雨打出话了，暴风雨就要来了，他们到不了了。快，蓝妹妹，我们必须阻止他们。石水已经面临极大的危险，我需要你们自愿去救他们。是啊，就是我们的爱上了。我去，我喜欢爸爸和石水，尽管他有点奇怪。我也去，那我们快去救他们吧。啊，不然他会有危险的。我们进去，森林的树木的活要上手了。哪有去，爸爸？我讨厌去。现在不能浪费时间了，马上动身出发。快，让我看看，在暴风雨没有到来之前，我们必须找到他们。哎呀，海上多快乐啊！我远离森林和草原的安静哦。哎呀，我能抓到一条大美女，吃到新鲜美味的菜。爸爸，欢快大舞，在这过了夜，再继续开展吧。好主意，雅典。怎么在这过夜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已经知道。什么？你要当心你的行动，西施。你自己要当心。是啊，你怎么是花船呢？你从来没见过，你根本就不划船。我说你的行动，你真讨厌。我讨厌划船。是没有容易上钩，我至少要好好考虑考虑，换哪一群就行了。上车了，鱼上钩了，就是他，怎么办？大自然带来痛苦和肚子疼。不，花花，一切这都是灵感。伟大的湖，辽阔宽广。啊，我的天哪！我要没命了。西西，我们差点没命了。你要看风云的一面，画画，我们在这儿。啊？一个蓝精灵也没有。啊，对对，好极了。来，看看这高尾巴。成功了。
我们平安无事了。当心脚下。不可以偷掉我的鞋，对不起施主。可能狮子爸爸也到这儿了，爸爸。但愿如此。这个倒是的，蓝妹妹，明天我们会安排的。狮子和画画，好讨厌被叫醒。你看哪，什么？一条长得稀奇古怪的小船。慢着，我是蓝精灵船。阿斯莫，蓝精灵就在这个岛上。想起蓝蛋糕来将火草莓酱喂过去的饥肠辘辘，没有用画画，这奶酪才是我们的灵感。我也是，我所想的就是吃的东西。我有点想念死者和其他伙伴了。哦，这多好啊！好样子，我就很喜欢你。是，像往常一样干活，搞清洁，洗碗碟。对，准备吃午饭。阿斯莫，你回来，我们要和盘接连。阿斯莫，你摇摇尾巴。这是我的会啊，阿斯莫，我叫你是捉蓝精灵，没叫你鲜花。灵机一动，你画在哪儿啊？我想到了，煎蛋糕。
你别写这首诗诗，我正在创作一部煎蛋画呢。煎蛋，反正是我先想到的，你告诫我的。我反对，那些蛋叫我恶心。你的画才叫我恶心呢。真是这样？对，就是这样。那我就给你一大掌。我给你一记耳光。我认为我们的搜索完毕了。你是一块水果蛋糕。你试试画画，立即停止胡乱。是啥子？干得好啊，子猫。那我现在就赶紧就上楼的。可是爸爸，我们不能走，我还没写出最伟大的诗呢。我要画最伟大的名画。马斯梅后面就会有。那就是拿的老师，要不我把你变成一只毛球。我忘了，我的世界名画。我的诗歌。有人偷走我们的船，是格格物。我拉倒吧，安子们，今天咱们就要来分手了。我们都不敢的。
救命啊！我只是拔了他的排水塞。啊，排水塞之路。